他这次有什么能接得上话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，皇上，皇上不好了，四个男臣要杀出宫门，他们还说一致推举泽丰大人为王上，从头给我杀掉，杀！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我从王位上拉下来，又怎么扶你上位的。你怎么如此残忍？你背叛了我，又处心积虑想争夺王位，如今说我的残忍，好，我就残忍一个给你看。从今日起，我以国王的名义诅咒女儿国所有男人，从今往后俯首女子，为奴为婢，承载女子所有痛苦，男人犹如蝼蚁，委身于我们女子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那婆婆可太难伺候了。川儿，不要不要，跺足，放开我，救命，放开我。哎呀，已经生了四个女儿了，希望这次是个儿子，这样我就能在婆家抬起头了。杜公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小美人，想我了没？Kênh truyền hình SCTV 6, phim 360 hoàn toàn mới.